读你所写的诗，青春搁一摆引出我生命意义。虽然我双目离遮看，看袂到你内心真正的情景，但是心中的目睭、心中的正义，袂会袂记，袂袂记的我心中青春的你。各位嘉宾以及咱所敬听的主持班，希望这家属大家好。我是高雄市爱甲文化艺术基金会的执行长朱鸿昌，欢迎大家来参加由咱文化局所举办的2013年高雄市二二八历史纪念会。二二八事件到今已经有60年久，虽然咱已经进入民主时代，但是压迫真悬的事还未停止。咱就看起媒体怪兽，伊伫要垄断咱台湾的媒体，咱嘛看起中国对香港人民伫进行大一统爱国的洗脑教育，致使真侪青年甲大学生惊上街头表示抗议。咱嘛看起咱阿扁啊总统，嘛还阁拖着衰烂病痛的身躯被关到呾，才无形阿扁拢点点安尼进行。今年咱高雄市政府二二八的纪念大会主题是反垄断、反洗脑，咱就是要来提醒咱这个世代的青年，唔通袂记二二八事件的教训，啊，要继续关心人权议题，爱将二二八事件的意义传承给每一代人来了解，爱有拒绝被压迫的勇气甲准备，亲像二二八的前辈。用青春甲生命来争取人权、争取自由，同款来做伙守护民主自由、守护台湾。啊，咱下面要来介绍今日咱出席的贵宾。啊，首先咱要介绍的就是咱高雄市大校长、陈局市长，啊，咱高雄市安门港文史协会洪信智理事长，啊，咱盐埕区的区长。许晶晶副长，阮超日二二八纪念馆徐国正执行长，啊，咱光阳子公司欧瑞耀董事长，啊，台湾南社韩明龙社长，啊，咱台湾民谣 Jazz 的乐团陈生锦。团长，啊，咱台籍老兵的关怀协会江仲化理事长，啊，咱李坤泽李伟，啊，咱高雄市观民会范志清朱伟，啊，咱捷运局长陈春勇局长。啊，咱市政府秘书处吴家辉处长，咱国委会主委吴秀飞主委，法制局许明春局长，咱教育局曾新辉局长，咱劳工局钟孔照局长。啊，咱高雄市市议员萧永达议员，啊，以上啊，因为咱贵宾真多，啊，咱老老高会请大家啊原谅。中华协会罗世文理事长来跟大家致辞，请破声来欢迎。陈市长，两位。副市长，在座立委，在座议员，各位贵宾，各位二二八家属，大家较早，大家平安。今年2013年，拄拄啊是美国前总统林肯颁布解放黑奴宣言150周年。解放黑奴，了后阁经过100年，
虽然黑人不过真多是白人的奴隶，还有黑人依然受到白人的歧视，受到最最的不平等的待遇。所以在50年前，达特逊这个金恩牧师，伊号召20万的黑人，甲一寡最最关心人权的白人，三个组织伫美国的首都华盛顿的林肯纪念馆的头前，伊伫遐发表讲 ：“I have a dream， 我有一个梦。”就亲像今年10月13日。咱台湾也有20万最大的民众，聚集伫凯达格兰大道，伫总统的头前，对政府不公不义的政策表示抗议甲不满。林肯总统为着前方黑人，金恩牧师为着黑人的灵魂，因两个人拢互暗杀。牺牲性命，总是都经过50年后，乌人这个乌罗的后代，这非洲裔的美国人奥巴马连任美国总统，伊在1月21日宣誓所看遐两本圣经，一本就是当时。林肯总统宣誓总统的时所发一本圣经，佮另外一本圣经就是金恩牧师平时所带在身躯的一本圣经。终于，奥巴马实现金恩牧师的梦。发生在66年前的2.28事件，就是真侪台湾人民对来台湾接收的当地政府。有多多的施政不公不义，贪污腐败，搜刮特别军人的迄个纪律控制非常的歹，所以大家人民的抗议不满，确实遭受到军人用枪来对付，滥杀无辜。伊个时阵，最最台湾的精英是逮捕、来清杀、来牺牲性命。是去年，咱个博物馆的2楼有18个电视，可惜因为有卡无专业，佮有赶紧要展览，所以有发现着有小部分的。下骹缺失甲瑕疵，啊后来经过家属的反映，官方啊真细心的接受，啊即个工作人员嘛足拍命，是咩来弥补。后来经过中央研究院台史所柯教授的指派，苏教授有来遮帮忙，所以咱有伫现有的硬体方面来做。更改的展览的来源，啊，特别就是讲有一面墙，阮有增加一面墙，一面墙就是20年前考试历史的时，所有遮受难家属的心声，阮有将伊放伫遐内底。假使咱若有机会，也是确定啊刷，你会当去看，啊，恁就知影，伫66年前。这土匪兵去屠杀台湾，迄、那个人民，迄、那个残忍是比美国白人对付黑人是搁100倍、100000倍。每一摆我啊带亲人来到28这边公园，我先讲我的想起2011年11月，这座纪念碑甲碑顶的迄一日。叶竹南大市长致辞的时，目眶红。当时的文化局王志祥局长致辞的时，
百感交集啊，两摆，然后更低，我袂出话。我甲小看了安尼，不止一种，蛮感，佫真感动。市长甲我讲，建比整个的费用、工程的费用，无经过理由的，是动用伊的预备金。因为迄一年有选举，咱的局长嘛投入市长的选举，坦白讲。足竞争的、哦、所以市议会无可能伫迄个时阵来通过这笔预算，除了真重要、非常重要的碑文，是安怎较要对神山迄边，迄支自然碑来山来，才就是迄支碑文，迄个自然碑的碑文有问题。好、哦，迄阵拜公先生做市长，就是无法度通表示这个真完整的内容，所以除了迄个碑文，伫考古书底下呢，调集即个史实，即个家属，哦，即个学者安尼一支非常斟酌，经过大家同意共识了后，所以有考虑到。因为经费的有限，佮考虑到时间的紧迫，所以马祖堂伫这个所在，佮起一支苏黎世的纪念碑。所以咱的第二座的纪念碑是平面的，总是这个纪念碑离咱的大路中，咱头前佮有挡车墙。挡车墙的颜色，各行各样，青皮、白河边、高红，遐个字的金色字，完全拢相像。到即马足多，我今仔有一个朋友来，我曾经甲台讲，讲你请伊来参加，伊讲暗时伫秋山，佮前两日、两日前，前台一个陈教授嘛，讲暗时伫秋山。所以咱伫即个所在，足多市民唔知影讲咱遮有一个纪念碑。所以，假使有几落摆，是毋是市府会当伫适当的位来设一个指示牌？我会记住，萧议员，过来当前嘛是头前，伊也有调集相关的单位来做会刊，我有参加。三年前，我市长嘛伫遮公开答应这个代志。我是去年，我有一个公函，我市长，因为我拄拄啊去澳洲布里斯本，啊，我伫公园看到一块咱高雄市甲布里斯本结姊妹市，一块大理照起来差不多三，差不多这个，可能比这个较宽，写着高雄地标，伊内底有一个迄个澳洲的一个图。甲台湾的一个图，台湾的图有高雄、甲布里斯本，安尼家画一条线，内底有小可写一个字。我足欢喜的，我真家欣赏。我将这个相片搁附伫互市长，啊，总是市长下面的单位无重视，伊心嘛无尊重，市长的对家属的承诺。其实阮实在是真卑微的请求，但是一个心啦、啊，讲是不是卖予后代的子孙袂记这高雄二二八这段历史？高雄二二八，第一是南京还袂派兵来时，咱伫三月七日伫寿山山顶。就用国军的力量去镇压，才会手无寸铁，才会败死。佫非常的苦，枪杀了后，佫对因的死，佫对因的身躯，把所有贵重的物件，手表啊啦、钱啦、手指啦，我听讲含皮啊拔起来。这些斑斑的血迹在我们博物馆里头，家属的心声
应该拢有讲着。第二，伊嘛上早用台式，用这种台式谈判的代表的这个模式，来处理台湾的疑犯。我则是在讲两军交战，不战来死。而且，伊要去山顶讲话的时，车顶阁插一支白旗。第三，全台湾伫一个所在死上侪人、死伤上侪人，都是咱头前即个旧的清政府，即摆历史博物馆。所以，高雄的二八足特殊的。我拄仔真欢喜，我是市长甲。甲市长即讲，新市即摆拢有一个地方的特色，新市来来介绍来坐啦。其实阮足久足久，阮都出来常常当政啊，有来出去当政，都拢有迄个想法啦吼，总是有介侪考虑吼，考虑下，搁会当去研究啦吼，当去研究。我想历史是一面镜，咱会当比下来得着教。市长，我是讲，市长，我是讲，也是真困难哦。即块牌啊，若无法度，也是咱把即个红车墙卡掉，啊，互即个既然比较旧的市长，诶，旧的迄个市政府来遥遥相对。我想安尼，其实安尼更较有意义啦。考虑看卖。那个圆圆的那个大表。看着一个黑人奋斗的历史，实在值得来反省。一个小小二十八的纪念，比的指示牌，有那不不拉当啊吼。确实，阿叔实在是足失望啦。不过阿无够绝望啦。因为我依然对咱的大家长、市长吼，抱着真大的期待，因为市长是阮。所非常尊敬，也足疼惜的民主的导师，我唔忙，二二八加少这个小小的忙，市长等早一日，我来谢谢，多谢。